赵玉玺，你带着这一车人打算去干什么呀？来了一样。哎，一起回达孙书记。为了后世，听听听听，孙书记，咱群众的呼声啊！那我想请问，你们打算怎么去占啊？去堵人家张子浩公司的大门？对对呀，没办法，既然咱村遇到了困难，那我就得扛事儿啊。你们这么做能有什么结果？ 堵人公司大门，你就能证明咱们菜没问题了吗？咱们的菜就能卖出去了吗？我们村的菜本来就没问题呀，是张子浩败坏我们。那天酒店用的菜也有别家的菜，咱先不管，你就先说，你怎么证明咱们自己村里的菜没有问题？我们群众的呼声就是证据啊！对，如果想证明咱们村里的菜有没有问题。 最好的办法有一个，就是尝。赵玉玺，你先到你家种的那个菜地里，拿一些菜，你直接吃吃看有没有问题。我可以吃啊，我不洗就敢吃。那孙书记，是不是我吃了，我们就有证据了，我们就可以为荣誉而站去了？那也不行，因为你一个人吃了，就算没事儿，这也是孤证。这在法律上来讲，叫证据力太弱。 所以怎么办呢？我觉得咱们大家每个人都到自己家地里，把自己种的那个菜拿来吃吃看，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问题。四脚赵武，大壮，我们还有你们，行不行？咱们现在就下车，你们去菜地里把那个菜拿出来自己吃一吃，看看会不会有问题。既然大家都不肯按我说的做，咱们就下车。 全部都回去，还去堵人家门口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撒泼懂吗？还捍卫荣誉，下车，都给我下车！孙书记，您看这车钱能给报了吗？都是为村，当我没说，太难了。孙书记，哎呀，真对不起，我们来晚了。你们怎么回来了？我们刚才在村委会商量对策呢。孙书记，这个事儿都处理完了，你说呢？孙书记这个能力还是很厉害的。 邓光明的，居然站在老赵家的对立面去了啊！说的是啊，咱又给他腾屋子，又给他备家宴，他都没给咱面儿，而且他谷仓里的水和电也是咱给他接的呀。老弟啊，你去给他点颜色看看。颜色？嗯，你教教我呗，我怎么给？你刚才说咱给他办了什么了？
摆在面前的还用我教啊？哦，掐好吧，二哥啊。嗯，注意点分寸啊。啊。孙大书记，今天晚上吃什么呀？蚂蚁上树。哪里有蚂蚁？哪里有树啊？蚂蚁就是肉末，树就是粉丝。这菜名也太唬人了吧！鱼香肉丝不见鱼，蚂蚁上树不见树，很多名实不符的菜名都是这样，也像我们身边的很多事儿一样。如果你不是亲眼看到、亲口尝到，你就不知道它到底怎么回事。好好好，你快点，我快饿死，懒懒也饿了。张子浩的事儿是不是你到处出去说的？你差点酿成群体性事件，你知道吗？这不怪我，我只跟冯进宝一个人说，是他大嘴巴，搞得满村风雨的。怎么回事？停电了？哎，这二叔的老宅有电啊，别的屋子也有电，怎么就我们谷仓停电了？这不科学。这很不科学，因为谷仓的电被人给断了。谁跟我们结的仇啊？谁啊？谁啊？早不断，晚不断，偏偏在我要吃饭的时候断。为什么我连饭都吃不饱？为什么？如果你能少问几个为什么，啊，多想想怎么做，你的人生境界也就会高很多，也就会像这盏灯一样，一下就明亮。完，糊了。哎，这下好了，你终于可以尝尝我的手艺了。你的手艺，嗯，你不吃啊？哎，那你吃我这个酸菜味的。酸菜味的不是方便面。是啊。那不就完了吗？这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吗？我不吃。吃人嘴短嘛，孙书记。我不小心说出张子浩的事儿，你就别追究了，反正也没有酿成什么严重后果。已经酿成严重后果了。你不是把赵玉玺和他们一车的人都拦下来了吗？这还有什么严重后果呀？谷仓断电，我们被迫吃方便面，还不够严重吗？嗯，是挺严重。奶奶，奶奶吃饭了。兰兰，兰兰，兰兰，坏了，孙书记，兰兰肯定趁着停电的时候溜出谷仓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去找找啊，怎么办？兰兰，兰兰，领导，你说这大晚上的，他会去哪儿啊？我也知道他去哪儿，咱还用出来找吗？兰兰。兰兰，你小点声，小点声，再把人家吵着。兰兰，兰兰，领导，领导，嗯，你看，看那是什么？哪儿啊？你看，他刚刚动了一下，那有个东西。呀！什么鬼啊？什么呀你？什么东西？他没吓着我，你吓着我了。你别叫，别叫，别叫，别叫！大晚上在菜地干嘛呀？有人偷菜吗？哦，还真是偷菜，偷了这么大一块啊！兰兰，哎，兰兰，兰兰，你回来了，兰兰，领导他回来了。
大家都知道了，张子浩前天已经对我们发出了最后通牒，让我们7天以内必须得对他做出道歉赔偿。到底是咱们认为张子浩撒谎，还是张子浩坚定不移地认为我们用了农药，这个糊涂账再打下去已经没什么必要了。最好的办法就是快刀斩乱麻。所以啊，昨天呢，我已经请了这个相关的质检部门啊到我们村里来，明天挨家挨户到每块菜地去取样化验。我认为这是我们自证清白最好的办法，大家觉得呢？李主任，哎，你觉得呢？我没问题，我作为这个村主任，肯定要配合书记嘛。啊，哎，新罗啊，你负责蔬菜这块，你什么意见？我也配合。质检吧，冯会计。哎。你有什么高见？我没有。一鸣叔，您表个态。啊，这个事儿吧，那要是全部过检，当然好。好。俗话说得好，打铁还需自身硬，所以只要我们做得正，行得端，我们就不怕任何人来检查。查完之后呢，如果说我们的蔬菜里边确实含有农药的成分，我们就该接受什么样的惩罚就接受什么样的惩罚。如果没有，那么我们也可以对张子浩反戈一击，我们告他侵犯我们后石沟村的荣誉声誉。这样呢，我们可以让他对我们进行赔偿。以他的身家啊，别说几百万，我觉得上千万都有可能。这也算是真的为咱们后石沟村创收了。太好了，孙书记，我一定支持你，一定要让那个张子浩赔个几百万，作为你到后石沟村的第一政绩，也可以适当的给我涨涨这个代言费，是吧？是吧？哦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哦，好。行，那既然大家没什么意见的话，咱就这么办。哎，行。那个孙书记。你看这样，质检部门要来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。我通知村民，让他们去准备准备。哎，别，冯会计，你真提醒我，这个事儿咱先不能走漏消息，咱得保密，务必得保密，得对这次检查呀，形成一个突击的效果。啊，明白。啊，尤其是你徐唯一啊，啊，千万管好你那张大嘴。孙光明，已请有关部门明天来检查所有菜地。哎，桂花嫂，你看，你看到了吗？孙光明请有关部门明天来检查所有菜地。啊！领导，你够狡猾的，放个假消息出来引蛇出洞。你觉得会有人偷偷来收割这个打过农药的蔬菜吗？只要有用过药的，他就一定会来。小心啊！
有人，快走！站住！站住！站！干什么呀你？工作。你工作你想什么呀想 ？I'm so sorry 啊。So sorry。崔书记。老叔啊。嗯。不好意思，这么一大早就把您叫这儿来了，叫你们来就是想让你们看看。你看，咱那菜地。东一块西一块，左一块右一块，一夜之间就像遭了鬼剃头一样。您说这咋回事啊？孟小姐，有话你就直说吧。昨天啊，我在咱们村委会上放了个风，我说我请了市里的质检部门今天到咱们村啊，到咱地里来检验，看看到底有没有农药残留，结果就成这样。我估计啊，这就是用过农药的人家趁着天黑把菜都割掉扔了。天龙啊，你告诉我这是谁家的地？这是四角家的。这块呢？丽英家的。二叔啊，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，我想我能理解大家是为了逃避质检，可就算你把菜都割掉扔了，土呢？你能把土也都刨出来全扔掉？我不瞒您说，昨天在村委会上我放的是个假消息，今天并没有相关部门来检验。可我不知道您想过没有，就算我不找人来，张子浩那边一旦进入司法程序，同样会有人来到咱这儿调查取证，到时候咱后蛇沟村只会更被动更麻烦。青龙啊，这到底是咋回事啊？咱们村的有机菜真施了农药了？爹，孙书记，咱们村上有机菜这些年，一开始大家都是老老实实按照质量标准种的，后来后石沟村有机菜的牌子创出来了，市场上从来都不缺销路，一些人的心思就开始慢慢变了。心思怎么变了？大家知道这有机菜难种，产量低，特别怕病虫害，为了保证产量，先是一少部分人为了防止病虫害而用农药，后来看着这几家人产量高，赚了钱，大家就有样学样，好在农药用量少，始终都没出过什么问题。可是谁知道，终于在张子浩这儿，终于出事儿了。新龙，你是管蔬菜的，这些你都知道，你还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？啊，九头夜鹿被撞鬼，你没听说过？不光是我一个人知道，村里面很多村干部和村民都知道这件事儿。只是大家心照不宣，谁都不愿意捅破这层窗户纸去得罪人。这个混账东西！说，你自己不去捅破窗户纸，现在让王爷给捅破了，我看你怎么收场！我看你怎么收场！二叔，怎么收场？孙书记，你二叔，你别动手啊！放动手不解决问题啊！孙书记，我求求你，千万要保住后石沟村有机菜这个牌子啊！
二叔，这都弄到这份上了，怎么保啊？不管怎么保，乡亲一千八百都得保啊！这可是占全村一半多人口的赵氏村民的生计呀，必须得保。孙书记，您让我想想办法，想想办法，咱一会儿想办法。孙书记，必须得保啊！私了，啊？怎么个私了法？孙书记，我这个想法不是很成熟啊。你看，比如。我们去找张子浩，是吧？道个歉，服个软，把那个医疗费啊给了，再也给一部分补偿款。张子浩一个富家阔少，他爷爷张国富给他不少钱创业玩，他不至于跟咱们这个村儿。王会计，咱先不说这个张子浩能不能接受私了这种方式，咱就说咱们站在村干部的角度和立场，你觉得这事儿应该私了吗？不应该，这确实私了。不太好，但我真的是为领导着急呀、啊！你说我说实话，我这心里是非常的挣扎和纠结。咱们村有一半以上的村民都靠蔬菜，这生计怎么办？咱们要不要把人的生计保住呢？村民的生计要必须保，那么普通民众餐桌的安全是不是也必须保呢？不是，孙书记，行了，你别再说了，私了的方式不能这么干，也不可能这么干。你现在。马上去广播通知，今天下午2点，咱们召开一个村民大会，专门讨论这个蔬菜的事。孙书记同志，下午2点，在村委会大院召开全村的村民大会，商量蔬菜的事。那个所有在村的村民干部都必须参加。2点，在这个村委会召开村民大会。孙书记说，此事事关重大，不能私了。他召集大家伙开这个村民大会，就是要宣布他这个态度。啊，可能是。所以二叔。你得做个思想准备，很有可能这个蔬菜的事儿啊，就要在村民大会上说了，可能不能善了。哎，二哥，这就是你刚刚认回来的干闺女啊？那叫什么名来？玉春啊，富贵问你话呢。啊，我叫喜春。哦，喜春，好名的，名好，人也好。玉春啊，我和富贵啊是一个辈分，以后叫富贵叔。啊。啊。富贵叔，哎，哦，对了，刚才说什么来着？老弟啊，啊，你去照顾一下咱们老赵家的村民，告诉他们一声，今天下午的大会啊，谁都别去。那我去不去呢？我是村干部。你去干啥呀？当靶子？秘书啊，咱们今天喇叭里广播了，全村村民来开会，这人怎么到这么少啊？你们以前也这样吗？以前也这样，
没来的全是老赵家的。李主任，那你再去广播一次。行。各家各户注意了，各家各户注意了，没有来开会的，现在立刻到村委会来开会，商量蔬菜的事儿。再说一遍，没有来开会的，现在立刻到村委会开会，商量蔬菜的事儿。赵玉玺，你给我起开！哎呀，媳妇儿，你不能去、哎。为什么不能去啊？咱老赵家的都不能去。我不姓赵，我姓谢。你是我老婆呀，你还是咱村堂堂八婶呢，你那母仪全村啊。起家。奶奶，您刚才听到广播里说了吗？新来的孙书记要召开村民大会，商量蔬菜的事儿。你看玉玺他拦着我不让我去，为啥拦着鬼拦上啊？二哥说的，他不让咱老赵家的任何人去。这玉山憋着啥坏主意呢？这是，还不是有人种菜用农药，现在孙书记发现了要处罚，怕下不来台呗。我明白了，俺不当老赵家的人，俺去了。哎呀，奶奶，你也不能去。开门。开门！开门！不能开门！您开不开你？您霸权主义，不温柔，咋了你了？管着俺！哼！奶奶，我陪你。怎么回事？我管不着奶奶，管不着你。奶奶都去了。缓一会儿，要紧不要紧啊？哎呀，哎呀，你起来吧，不能起来，不能起来。怎么了？啊？那太总奶摔了，摔了。海棠啊，大喇叭广播，大点声，太总奶摔着了，快去！哎呀，快快快！好。哎，紧急通知，紧急通知啊！奶在村委会摔了一跤，现在伤势不轻啊！听见的赶紧来了，赵玉玺、谢国良，听见没有？赵家人听见赶紧来啊！快，抓紧的，赶紧去！爹，爹慢点！快出来！来了！出来！出来！出来！你没事吧？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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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不住啊！快点啊！可以没事吧？那起来走走啊！啊，我起来。来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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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心。啊！不是说着呢吗？赵家的人都来齐了是吧？书记，开会吧。太祖奶比你们聪明多了。真摔了那是。你可真活泼。啥？老祖奶，你可不行这样，下回你真的叫狼来了也没人理你了。爱理不理，怕你个小兔崽子，哼，跟俺走。乡亲们，凡事啊都有个是非曲直，对的就是对的，做错就是做错了，抵赖绝对不是办法，所以我认为啊，咱们村这个蔬菜农药事件，我们必须要向公众、向社会承认，我们在种植的这个过程当中，违规使用了农药，并且啊，我们也应该向君子兰的张子浩诚恳道歉，承担所有腹泻患者的医疗费用。
孙书记，这不是砸了后石沟村有机菜的招牌了吗？孙书记，这不光砸了招牌，这把我们的饭碗也给砸了呀！是啊，这蔬菜要卖不出去，那我们以后靠啥吃饭呀？就是啊，是啊，饭碗没了，我们吃什么？对呀，咱们都是靠种菜为生的呀！对呀，种菜为生的呀！不影响咱煎饼。别乱，别乱啊！这孙书记啊，只是提出了一个想法，这不跟大家伙商量啊？有什么意见的，一个一个来，好吧？我反对孙书记的想法。咱们村使用农药种植蔬菜，这已经被证实了，你还有什么理由反对呢？孙书记，是有人用农药了，可也有人没用农药啊。应该让那些用农药的去道歉赔偿，不能让我们这些没用的跟着吃瓜烙啊！不能株连九族，是不是啊？难道说你能一个一个的去跟人消费者解释，这家用了农药了，那家没用？我告诉你，事实是，只要咱们村哪怕有一家人用了农药，砸的就是咱后石沟村有机菜这块招牌，消费者和市场会整体摒弃咱们的蔬菜，丢人现眼，丢死你！李主任，你说两句。孙书记，我说不太合适。咱们村负责有机蔬菜的是赵兴龙，他说吧。啊，兴龙，啊，兴龙。你是咱们村这个有机蔬菜的负责人，你说两句，啊？农药的事儿，我来承担这个责任。我去找张子浩承认错误，我来赔偿他的损失。赵新楼，你闭嘴！这是你一个人能承担得了的事吗？孙书记，我求求你，保证我们后石沟村有机菜的招牌。我们大家这么多人，都是靠种菜吃饭的。我们不能把这个饭碗给砸了呀！是啊，是啊，砸了我们吃什么呀？我们都是靠种菜为生的呀！是啊，我们吃啥呀？孙书记，如果说有一天要去坐牢，新郎，说什么呢你？我可以的，我一个人来承担这个责任。齐龙，这件事儿也的确不是哪一个人能负责得了的。这样吧，咱们先把这个蔬菜销售统一停下来，后边有什么处理方案、解决办法，咱们再定。我觉得孙书记啊说的对，这个事儿呢，咱们先放一放啊。咱们今天啊，这个会也开到这儿了，就结束吧啊。你去哪儿啊？你今天怎么回事？也没叫我，也没做早饭。你要跑路啊？哎，你等等我，我收拾一下，我马上来啊！不要动啊，马上来。
我就是去爬爬山，整理一下思路。哎呦，孙书记，孙书记，你等等我啊，我走不动了。平常让你锻炼你不锻炼啊，现在走不动了。人家休息一会儿，就一会儿，我实在走不动了。哎呀，那你就在这儿吧，啊，休息吧。哎，不是，我们到底要去哪儿啊？走了那么久了。海青村。什么村？过了这个山坡啊，前面就到海青村了。哎，看看，漂亮吧？哎，你看，他们在那儿挑茶了。哎，怎么干活的都是老头老太太？是啊，现在大部分农村不都这样吗？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，村子里就剩一些老头老太太。不过这个村更严重。哎，你好。哎，小伙子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哎，姑娘好。哎，阿姨，还记得我吗？你是？你忘了前些日子我从这儿经过，您还送了我些茶叶呢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小孙。对，小孙。哎呦，哎，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？我今天带着一个小朋友过来爬爬山，然后顺道来这儿看看。阿姨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呦，这姑娘长得真俊呐。哎，哎，小孙。我上次给你的茶叶你喝了吗？好喝吗？好喝，真好喝。哎呦，那就好。您快坐，您忙您的。哎，好嘞好嘞。哎，小孙，哎，你能来真好。你知道我们这村里一年到头都见不到几个人，希望以后你们有空常来。一定常来，到时候我从市里带些朋友过来，来买你们的茶喝。那感情好。我最讨厌吃鸡肉了。你懂什么呀？这鸡就在这山里边放养的土鸡，这跟你在超市里买的那种冰鲜鸡完全不一样。还有这蘑菇，都是山里自然长的。今天我给你做一个一鸡五吃，凉拌、小煎、鲜炖、红烧、杂烩。被你说的我都要流口水了。小孙，嗯，你是干厨师的？他是大厨兼后石沟村第一书记，孙书记，听说过？哎呀，怪不得呢，你对我们这边地界这么熟。梅姨啊，您别叫我孙书记，您叫我小孙就行啊。哎，小孙，听说你们后石沟村出了拿农药蔬菜，冒充有机蔬菜的事儿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那你打算怎么处理呀？那处理不了。所以就出来游山玩水、采茶做菜，他就是为了逃避现实。就你懂，好好干你的活。小孙，其实我们村里这些老人啊，平均年龄85岁，有两位啊已经超过百岁了，还有两位马上就满百岁了，那可真看不出来。那这说明这是地地道道的长寿村啊。嗯，是不是跟你们常年喝茶，包括这儿的水土、空气都有关系啊？其实啊，就是心态好。你别看我们海青村现在已经败落了，但是这些老人们活着可乐呵着呢。他们从来都没觉得自己年岁大了，又是无保户，就没活头了。他们觉得，只要老胳膊老腿能动弹，能用自己的手艺制茶，养鸡养羊，能干的事多着呢。真好，竟让我想起了以前老书里看的农耕生活。小孙，你也想开点吧。出了事儿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，千万不能昧了良心。特别是地里出来的东西，最讲究实诚。要是从根儿上烂掉了，那怎么能成呢？您说的对，从地里长出来的东西，最讲究的应该就是实诚。谢谢你，梅姨，你放心，回去我会处理好。嗯。
舒姐，快坐下，你也坐下。哎呦，瞧这姑娘，多俊呢啊！太祖奶，那您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哎呀，书记呀、啊，遇到犯愁的事儿了吧？啊，我跟你说呀，这个农药种菜这事儿啊，放到哪个干部身上，他也不好整，不是？太祖奶，哎，领导真是愁，他呀今天白天已经去海青村散了一天心啊，这晚上又来拜访您，您说他愁不愁？别说了。祖奶啊，我有话得直说了啊。你说说。你知道我刚来咱们村不久，对咱们村这个村貌村情都不太熟，一来就碰上这么个事儿。而您呢，在咱们村不光德高望重，还参加过革命，所以我就想来问问您，如果这事儿换作是您，您会怎么处理、啊？换俺？哎呦！俺可没那大本事哎，说实话，俺就是个妇道人家。战争年代，也就是搞搞之前，做做军鞋，送送军粮啥的。你说真要把这村子里这些事儿处理好了，俺还真怕给你出不了啥招呢。你说，那天开会的时候俺听了，大伙争来争去的，不就是害怕吗？害怕农药的事儿。要是承认了，坏了咱们村的口碑，砸了自己的饭碗了。